京剧呢，它包括生、旦、净、丑这些个主要的行当。你要吃了他吃人做饭去了，老黄身价了，你说这戏怎么排？我们正排练呢，这一帮小年轻拿着租约就进来了。他们说他们租了这块，等等，That's us, Monday。咱们吃饭的时间行不吗？这钱还没给呢。再给我点时间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这京剧团要……哎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下个礼拜一不准去。我们剧社呢，下个星期有一场公演。喜欢唱戏，在家里随便唱唱就好了，非搞什么演出，有意思吗？行了你。